不是张立东子子520火辣告白超凶视角流出，娇喊依旧爱你。啦啦队女神子子是台星梦想家啦啦队 Formosa Sexy 队长，有着甜美外形及火辣身材的她，近年来人气逐渐攀升，不仅经常现身各大综艺节目，日前更与张立东闹出乌龙绯闻，话题不断。20日子子现身球场应援，只见她穿着贴身队服，胸前大开深欲展现傲人曲线，其中一张弯腰姿势的火辣福利照更是让人看了大喷鼻血。此外，适逢甜蜜的520日，子子也不忘在 IG 狂撩粉表示，今天是浪漫的日子，但520太旧了，我认为有你的昨天加今天才更加浪漫，因为51920未来的每一天我依旧爱你。辣照搭配贴文一曝光就吸引 2.5 万名网友朝圣，网友纷纷直呼被撩到了，爱熟你惹宝贝，爱心满满的520。